11月14日，《我不是药神》剧组在台北参加金马红毯之夜，金马主席李安开心迎接，他表示看好本届入围的所有片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入围新导演的文牧野领军《我不是药神》入围金马7项大奖。被问到徐峥造型，造型师林淼表示，徐峥在开演前专门约谈了他，而徐峥也笑说，因为光头让造型师有很大空间才会入围。徐老师当时他也有担心，他把我叫到他工作室里聊聊了好久。因为我是光头，所以给了这个造型设计很大的创作的空间，还可以前后有不同的这个变化。如果我是一个正常有头发的人，你这个造型设计就看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可以做各种长短。而徐峥老师表示，自己其实来过台湾很多次，有次还参加禅修之旅，打趣地说没吃到肉超级亏。我来过很多次，我有以前有电视剧在这边放李维当官，然后我有做过宣传，然后我有带着话剧舞台剧来演出过啊，然后也有旅游过，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在台湾的一个禅修之旅，就是整个的一个路程都在吃素，就后来觉得很亏。台北报道，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 NTV。